今天的時間是晚上的6:50，咁就係拍咗啲嘢，拍完嘢之後咧，而家我哋見到咧就阿 Kitty 啦，Wing 安哥啦，咁啊 Anita 啦咁樣啊，咁啊阿雲英啦咁樣，咁你相信咧，你哋都見過佢哋唱歌啲片啦，係咪啊？嗱，其實咧佢哋唱歌都係好有水準噶，呢四位都咁有水準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唱佢哋唱完歌之後咧，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就嚟到呢、這個大埔墟嗰個喜相逢酒樓嗰度咧，就係食飯啦。咁咧今日咧我哋咧就嗌咗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七樣餸啊，有七樣送一飯嚇、啊，哦，六個送一個飯喎、啊，咁就六送一飯，咁咧有咩咧？有菠蘿炒飯啦，咁入邊嗰咧有啲蝦啦，有啲肉類啦咁樣。咁呢個芋頭啊，芋頭咩嚟嘅呢個啊？知唔知啊？南瓜。嗱，我哋嗰個叫阿雲英啊，介紹一下先。雲英，你介紹。南瓜。香芋南瓜。香芋南瓜煲。係。豉椒炒聖子。係。南乳齋煲。係。有一斤梅菜扣肉，梅菜扣肉，海鮮雜菜，哇，好嘢喎！仲有一個小雲耳，小雲耳，好嘢喎！菠蘿炒飯，菠蘿炒飯，咁今日咧就非常之豐富啦，係嘛？就呢度嘅環境咧就非常之好嘅，因為佢亦都係好大，好地方又好寬敞嘅，加上咧燈光啊、空氣啊、冷氣啊，就非常之充足嘅，係唔錯嘅啊！咁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就阿 Kitty 啊 ，Kitty 打招呼。安哥啦，咁啊 Anita 啦，咁啊雲英啦咁樣，嗱你哋咧喺網上咧亦都睇到佢哋唱歌片啦，係嘛？咁老實講啊，呢四個嚟講咧都係已經係唱歌非常之有水準嘅，係嘛？尤其安哥啊，安哥係點樣嗱？我可以介紹一下俾你聽啦。安哥以前咧年青嘅時候咧就玩過 band 嘅喎，都係。所以咧，佢英文歌啊，各樣嘅樂器嚟講啊，非常之出色噶、不過咧，就你哋咧就喺網上嗰度咧就好少見安哥玩下音樂嘅，又好少，就聽歌咧就好多噶啦。因為咧，你知道啊，如果玩 band 嚟講啊，通常一般嚟講都係唱英文歌噶。咁啊，後屘之後咧就轉咗乜嘢任何歌咧嘅，安哥咧可以唱粵曲啦。國語時代曲啦，粵語時代曲啦，英文啦咁樣好耍得噶，係嘛？佢唱歌嚟講咧，你網上你都見到啦，有一條片成過程差唔多接近7000噶嚇，好犀利噶。因為有一條片成7000個點點擊噶嚇，咁係非常之犀利噶。因為咧，我依個網嚟講咧，這個網咧就通常就冇咁多人噶，都係佢哋。將我呢個頻道咧帶起咗亦都係非常之多謝安哥佢哋Kitty Anita 同埋雲英佢哋非常之多謝佢哋嘅，所以令到而家個點擊嚟講咧都接近咗成703啦，真係即係同時咧亦都帶動咗我咧有一股即係肉可以一路咁拍落去啊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個支持力咧，就係靠你啲網友支持嘅啫。如果你哋唔訂閱啦，唔點擊啊，唔俾 like 咧，我根本冇咁嘅勇氣再拍落去啊，係嘛？因為咧，以前咧我未殺之前咧，喺李國威嘅頻道嗰陣時咧，都有12000個訂閱嚇。不過而家就冇得講啦，而家因為個環境唔同啊，氣候唔同啊，所以故此咧，而家係要得到你哋啲網友咧支持同埋鼓勵嚇。咁多啲訂閱咁我希望能夠做到1000個訂閱之後咧，我有機會可以做咗直播啦，係嘛做翻直播。好啦，呢條片咧就係拍到呢一度啦。咁我哋首先飲杯先，恭喜大家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萬事勝意最緊要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就開始進餐啦。咁呢條片咧就拍到呢一度咯喎。咁首先好多謝各位網友咧，就係免費嘅訂閱、鼓勵同埋支持，多謝你哋，拜拜。